力针线属实拿捏了谦让的精髓。你们家你洗碗吗？虽然我不洗碗，如果我老婆说了不用不用，这个的意思是要我洗的意思。作为男生，如果女生说不用不用，你还是一直试试看，等到她真的是真的不用，怎么能看出来她是真的？你就先试个一次两次，然后她说真的不用，怪不得人家结婚了。